ROG 的究极形态显示器来了。哎，先别着急，说钱包遭不住，看看新科技也是可以的。这款采用了 OLED 面板的 ROG PG27AQDM 超杀27OLED， 你桌上的大金刚是不是该考虑换换了呢？新能源汽车灯灵感出的跑马炫彩灯，赛博朋克风格的 RGB 信仰 logo 灯，除了传统的电竞酷炫感，也增加了科技感。此外，它的参数表现可是重头戏，27寸的 OLED 材质面板，原生10bit 色声 ，2K 分辨率加240赫兹刷新率，并覆盖99%的 P3 色域。由于 OLED 面板可以单独控制每一个像素点，所以在色彩精准度以及对比度方面的表现是普通 IPS 面板所不能比拟的。说人话，就是黑的更黑，亮的更亮，色彩更加明亮或深邃，没有了那种蒙一层雾的感觉。而且在 OLED 面板上，拖影已经是几乎不存在的问题。0.03毫秒灰阶响应速度，相对于其他面板可以说是降维打击。很多粉丝会担心 OLED 显示器烧屏问题，这个完全可以放心，它内置一套完整的被动散热系统，包括大面积散热片和精心设计的分道通风口，以及单像素点电压自动调控技术，既照顾了静音，又确保了面板温度控制。如果说你是一个对游戏画面有着极度追求，并对拖影延迟极度敏感的玩家， ROG 这款超杀27 OLED 显示器会是今后陪伴你畅爽游戏的得力助手。